看到杨洋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摄影棚拍广告。他身穿一件白 T 恤、红外套，搭配牛仔裤，看上去活力四射。杨洋来到棚里后，跟导演沟通起了拍摄细节。他频频点头微笑，认真听工作人员讲述着。稍后，杨洋提了提裤子，双手叉腰，换了个姿势，继续跟导演交流。几人有说有笑，气氛很活跃。